现在做啥呀？我邮的这个江西米粉到了，一会儿咱们还做麻辣涮火锅吧，把它那个多下点，就这些够了吧？再够了。先把这米粉给我开水煮了，熟再放。一会儿水也开了，水开下米线，下了以后咱清火了火了，别让它那个剧烈粘了啊，中火煮就行。哎呀，这锅开这么快呀？素麻辣火锅底料放进去。再放点，你看我先下点干豆腐，加点我提前炒好的金针蘑和蘑菇，差不多了，我就中火煮，煮的没有硬芯子就行。那你先看着着是不错呀，米线，把这勺子油咱们都抹到这抹布上，没事儿，不用洗就行。都抹布，哎呀妈，这抹布可好使了啊！我这是植物油，咱们用凉水和热水的时候都行。要是动物油呀，麻辣烫油、猪油、羊油，咱一定要用热水啊，全都不用一滴洗洁精，就在这流水里边冲就行。你看，木质纤维、吸油不粘油，好几个色。哎，一定要干净完事了。吃饭吗？吃饭 哎呀！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今天我们哈尔滨早晨就是下一道小清雪。挺冷的，然后白天我就没出，哎呀，洗了个澡，捂着到现在，是核桃，完了煮了，这我正好新邮的米线也到了，煮了点米线给，热乎的，连汤带水带菜的，哎呀，这核桃真是好香啊，这个是白杨的新鲜，来，我给你盛点的吧，不要，你吃吧，再给你一个，这核桃夹子，好多朋友问，他在橱窗里找不着油袋，这是它不崩，在里头一夹就碎了，还挺好用的。每天吃几个，冬天补充能量还健脑。哎，醋啊！你来我问，你还等着饮料吧？啊，就零格瓦斯。吃饭呗。这是那什么，面包发酵酿造的。好吃。迫不及待了都。和的这个麻酱腐乳汁儿，煮的时候挺回事啊，再煮一会儿。好吃。煮一会儿之后呢，感觉有点熟了这个米线不错。你们煮的时候，要不提前泡了也行。来不来点孜然油？好像没写泡吧？你直接这样煮。来不来点孜然油？不来，你来了。我是直接煮的，大家中火，大点水，这个煮到没有硬芯子了。我好像煮大约也就十来分钟，八九分钟，差不多。好吃。是的，这一大锅砂锅米线，俺们俩在外头吃，至少得40块钱呢。这在家做不挺好的吗？啥都有。这米线挺好吃，真挺好吃。愿吃啥往里放啥，碗了，各种那个海带没有，没加忘了。我们有点木耳了，就想吃啥就加啥。干一个。挺好啊。难得呀！哎呀，老百姓就穷这了。五爪炒的特别好吃啊，炒着吃。那天炒的，我看你说明上写的，
拌呢，凉拌呢，炒啊，嗯，嗯，夏天可以凉拌米粉，嗯，有点麻酱。好云南的好吃，嗯。我估计个柿子炝汤，猪肉汤面也能好吃。哎呀，我跟他差不多，就想吃这一口。只要一休息，我就想吃这一口。外边冷了，哎，明后天还能缓缓。好像温度能到月底吧，今天可是真冷。我们就用降温。香跟头，你我跟你说，到冬天哈，尤其东北，你就热乎的，搁砂锅来一碗，这玩意儿比吃啥都香。可热闹了吃的，哎呀妈，这天天在家过得也怎么宽呀？下了捣碎像天亮拉倒吧，别白遭罪了。回家收拾收拾，睡了一觉，还香了睡的。洗个澡就到这时候了。来，来一杯。哎，幸福啊，是不好吃？好吃。